从头吃到尾，极品软壳龙虾霸气登场。想吃顶级软壳龙虾料理，除了要懂龙虾，还要会解开难题。好，好，廖哥，你们有没有听到？要龙虾，软壳龙虾，百分之百软壳龙虾。先处理软壳龙虾。哦，头的部分先下来。我要做一个椒麻酱汁。哇，这炸的超漂亮的。酱汁下来。哇，完成。哇。重庆龙虾为了争夺雌性配偶，竟然用什么方式？是喷尿还是碎石？喷尿我觉得很理所当然，因为狗就是会喷尿啊，占地盘。可是它在海里哦，喷尿干嘛？哎，里面碎石干嘛？喷尿，答案是 A。太性感了！软壳虾腿放进来大概2秒左右，哇，真的是一整只哎，对啊，好想拿起来看，好扯哦，哇哇，好帅！母龙虾为了要增加存活的机会 ，A 对公龙虾现身 ，B 穿戴水草混淆敌人，刀石头布。我们就一人一只龙虾带回家。在动物的世界啊，它就是在水草里躲着的时候，就已经有一堆男生在旁边围绕了。哦，你曾经在水草附近待过。牛逼族水草人居，牛逼族水草人居。型男大主厨，看谁最幸福。晚安。从头吃到尾，极品软壳龙虾。哇，好不好？漂亮。从头吃到尾，从头吃到尾。观众朋友，今天呢看到这一集会非常非常的意外。你吃过软壳蟹，但是很少吃过软壳龙虾。完全没吃过，而且这是台湾的业者养殖研发出来的。哦，路透社指出，它原来整只龙虾只能吃到40%都不到。那这些肉吃完之后，然后怎么办？拿来装饰用。没错，头都是装饰而已。现在从头吃到尾，你相信吗？连须须都可以吃哎！蜕壳之后呢，在黄金10分钟，抢救那10分钟最重要的软壳蟹，急速低温保存。对，那就可以吃到一只从头吃到尾的龙虾。师傅来帮我们表现，好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先不欢迎师傅，欢迎来宾。先欢迎来宾，欢迎袁咏仪831，欢迎男主。欢迎，欢迎。恭喜！哇，超级欢乐！演唱会要出来了，对啊，演唱会先来好了，我介绍一下。哦，这是我们这次一事无成的伟大演唱会，我们这次在3月23号在高雄巨蛋。一事无成的伟大，对对对，因为还有英文的这个名字叫做 Great Nobody。因为我2018年在小巨蛋做了2场，然后今年的3月23就会带到高雄，1月27号开始售票，大家赶快记得上网去抢票。听到他们唱歌呢，蛮疗愈的哦，让你们知道一事无成也可以伟大，多好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袁咏琳出专辑啦。对，我的新单曲就终于勇敢了，终于勇敢了。对，然后我先啊，这是你的，有红包，不一样，红包，这就是我的单曲，你知道，像我们什么时候特别，非常特别，大步走向前，没错啊，不同的，大步走向前是你的主打歌，这样，就是终于勇敢了，有一个。就是大步走向前，后面就可以扫 QR code 就可以下载我的新单曲。哇，真的真的很现代，两个精彩的活动，精彩的专辑，掌声也鼓励一下，加油加油！好，来，马上请你们吃好料，今天好料，看你们有没有听到？要龙虾，从头吃到尾，100%龙虾，软壳龙虾，好期待，蛮屌蛮屌，应该没听过吧？太特别了，各位超省时的宴客赛，有请张秋勇师傅。你没听错，今天的食材就是软壳龙虾。一般的龙虾全身都是硬壳，大约只有37%可以吃。现在台湾有一群养殖达人不断改良养殖技术，钻研龙虾的生活习性，历经数年成功养出一款软壳龙虾。它连壳带须，从头到尾100%都可以吃下肚。但由于饲养成本非常的高，需要用人工巡场的方式，在龙虾自然脱壳后的黄金10分钟内捕捉上岸，急速冷冻保存。因此它的产量非常的稀少，是高级餐厅才会出现的珍贵食材哦。今天师傅们会用这特别的软壳龙虾做出什么美味的料理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张秋勇师傅今天带来一个超省时的宴客菜，没错，你有煮过料理过这样的食材吗？叫做软壳龙虾。我做过软壳蟹非常的多，所以我把它用那样的，哦，它非常的软，真的好软，好软的，天哪，好好玩哦。
它的感觉质感非常特别，跟软壳蟹有点像哎。听说是很昂贵的餐厅才吃得到，是可能量还极有限呢、啊。极有限，五分钟的时间，好自为之，安心上路，准备，计时开始。来，先处理软壳龙虾。哦，头的部分我就让它保持完整，但是这边有一块肉，先把它拿出来。哦，哇，把它拿出来。啊，我们这边就把它给切成块状。它十分钟就真的就完全变硬了。对，它很快，因为它知道它在软的时候是很容易受伤的。会被攻击。对，所以它快一点，要不然它就容易完蛋。对啊。被其他的攻击。对啊。它那时候完全没有抵抗力。对，所以它才说是黄金的十分钟嘛。嗯。好，来一点点的酒。真的。现在先煮一个。可以防烫。先下水波蛋，加一点盐，加点点白醋。水波蛋一定要加白醋吗？白醋。对。改变了它水的密度，这个蛋下去根本不需要旋转，它就可以包起来了。放的时候要让碗到里面去，哦，让它淋下去。哇，原来是这样。哦，这张好聪明哦，好漂亮。哦，这样它就很漂亮。对啊，真的耶。原来要这样放。好，我们把这个里面是面粉，用酥炸粉，酥炸粉比较快一些，那酥炸粉的反水性比较强一点点。嗯，来，头的部分比较大。下来油温要多少？油温现在160左右，差不多。不到，我要开大一点。啊，可以，小心。来，哇哦，哦，哇，我们节目14年来没有做过这个食材，真的，所以型男大厨什么什么都有，真的。我们什么食材都吃得到，其实很棒。这是泡炼好花椒油了，所以我把它稍微剁碎一下。花椒酱汁，我要做一个椒麻酱汁嘛。哦，椒麻酱汁。椒、辣椒、蒜、姜、哇、香菜、辣椒丁、对、蒜末、香菜、白醋、有姜吗？对，来饮用水，来一点点糖，糖，蛋好了哦，差不多了，对，来放着哈 ，OK， 哇哇，有没有很漂亮？很漂亮，就不用太担心了，油下来，来切点水果，哦，大家可以配着吃。好，解它的腻味，因为这个椒麻，哦，我的时间多到还可以配饭后水果，是不是？饭后水果都有。哇哇，这炸的超漂亮的，这个哇，太厉害了，都可以吃，真的耶，对啊，可以吃。哦，油可以关了，它的口好大，对啊，好，来酱汁下来，哇哇。受不了了，完成，哇哇，刚好完成，太厉害，太太刚好了，哇，棒棒，太厉害了，棒棒哎，漂亮，真的摆超漂亮的，上桌啦，上桌，椒麻龙虾沙拉，题目是：雄性龙虾为了争夺雌性龙虾，雌性配偶，必须展现自己的能力与魅力。雄性龙虾竟然用什么方式获取雌虾芳心 ？A. 在雌虾面前喷尿 ，B. 在雌虾面前碎石 ，A 或 B。什么碎石？就是把碎大石，怎么把石头弄碎？你们拜谁？我们就队长决定。好，换你好了。好，点歌。猜拳是对，对，只是猜拳而已 ，OK 的。不用您的，确定？剪刀石头布，剪刀布，碎。Yes， 重点是他们答错，是喷尿还是碎石？认为是喷尿的举手。认为是，我也觉得是喷尿。你为什么认为是碎石？我觉得应该要听女生。A 或 B， 没有啦，觉得不是喷尿，我觉得很理所当然，因为狗就是会喷尿啊，占地盘。哎，可是它在海里哦，喷尿干嘛？他让母龙海里面碎石干嘛？他让母龙家知道我很喷啊。来，你要怎么决定？你来决定吧。喷尿，答案是。哎呀 ，A， 太性感了，喷尿。为了争夺雌性配偶，对，雄性龙虾会展开一场喷尿大赛，看谁喷得远，气味浓，就可以获得雌性的气味的，气味啊，这个味道牛逼啊，牛逼啊！等一下我们听他的，我就想，我差点听他的，在海里面碎什么石啊？女生就是要不一样，有那个椒盐的部分啊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看这还有碎石，还蛮勇敢的，对对对，是蛮勇敢，没错，啪啪啪，对啊，帅多帅，其实还蛮 man 的。来啊！先放鞭炮，来来来，先放鞭炮。对，好，慢慢放鞭炮。派人，先派一个放鞭炮。来，你继续来吧。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哇，压力比较放，好可怕的感觉哦。A B C D E F， 来。
泡生有几升，就是吃几几条，喝几杯奶，就随随便选一个。我们今天的输赢哦，我跟你讲，就是龙虾。太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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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更好可怕。选 B 好，我就是选刚刚。你们就会是对的。对，远一点。还有四升，好的，就是大杯，哎，配蛋，好多。你们演唱会抢票顺利，对对对，加油加油！谢谢我们，谢谢，可以吃啦，可以吃啦，太好了。哦，你看这个是还在烧，这样子吃哦，哇，太好了，多酷啊！有这酷，真的太酷。你说这也可以联合吃啊？当然，你看，哇，它跟吃软的虾软的蟹是一样的，对。钱可以吃，壳可以吃哦，壳可以吃。什么感觉啊？壳可以吃是不是？它壳像什么？壳感像什么？虾饼？不像，也不像，有点 Q。它没有脆，它没有脆，Q 的。嗯，它像是很粗的青菜。海带，像海带。海带，脆的海带，比较脆的海带。哦。因为海边你去玩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些这种水草，有没有？海菜有没有？拿起来吃，像昆布一样的那。像那个的质感，嗯，这样哦。我觉得花椒的，它不是你想的什么什么像饼干呐什么，没有那种脆，没有，完全没有，它是韧。哇，最后看我们的那个什么，最后牛奶的数量谁最多谁就输了。你们刚刚弄了四杯哦，对啊，加油哦。马上呢，我们要做到五星级的软壳龙虾的料理了。各位欢迎两位主厨阿基师、詹姆斯来。先从詹姆斯这边开始带来的五星级料理菜名：酥炸软壳蟹炖拌。叫软壳虾炖饭，对不起，软壳龙虾，对，而且你还要搭配一般的虾哦。因为软壳龙虾比较昂贵，嗯，那你说要拿来去，我不希望把它的它贵是因为少吧，少，对，然后也不过最近这几年才开始，对，才开始养殖的。那你如果说我像因为虾，我希望说会把它练出它虾应该有的鲜虾的味道，这是我最常做的。那你如果说把这个壳去掉，不可惜了。对，所以我要希望它保留它的形体。那你要保留它的形体，你又没有办法说，去利用它的壳去做某些，所以我就用虾子的壳来提它虾子的味道，然后最后再跟软壳蟹做。哦，把它的鲜味，因为龙虾本身的鲜味并没有那么强烈。对。所以你要练虾油。我要练虾油，就一样只用它的壳，它的肉就不用了。肉要啊，肉要。还是要。我们团最常做菜是溜逼，真的？对，他自己家里还有一个菜单，就是大家去他做客的时候，他可以哇，真的？对，这么厉害，那都是中餐吗？还是有食材？他什么都有，对，虾油一定要炒到它全熟。嗯，对，因为我现在目前用的这个虾油，待会没有在烹调了，会直接淋在炖饭上面。哦，是淋上去的。对，好，那你现在可以把它倒出来。好，好，再放回去没事。我还要继续炒。哦，还有虾。然后这边是白酒。哇，这个就是很西式的虾汤。嗯，这算不算是你第一次煮软壳龙虾？对，第一次。这是我们台湾的养殖达人做出来的。哦，富裕出来的。哇，我觉得是蛮适合推广给大家。嗯。哦。因为大家它的养殖方式跟一般不一样。它比较安，比较没有污染的方式，然后它其实你如果上网去看，他们有很多的养殖的方法都有在上面。哦，太好了，这边吃的是炖饭，而另外一边阿基师要做什么呢？走，这儿来。好，阿基师好。你好，陈哥。五星级的软壳龙虾，菜名叫做菜名叫做辣香椰芋黑松露椒盐软壳虾。椒盐软壳龙虾，是，请开始吧。好的，哎，好。干辣椒一碗。花生一碗，花生一碗，加一些这个蒜味花生，这个对，七味粉半碗，半碗，七味粉啊，这里，嗯，带有一点微辣，那这个微辣是帮助那个干的辣椒呢，它的辣味拉强而已，而且带有香气，就这样子打，好看，好，差不多了，啊，差不多，好，那这个是香奈粉，香奈，香奈粉啊，我倒一点点进来。好，可以，我们再打一次。好，一般的盐酥鸡啊，盐酥鸡的味道。那这个里头有一点辣，而且是很香的辣。哦，我已经闻到有点辣味了。好，那么接着下来的部分呢，我这边用一点点高丽菜丝啊，我切很细，这个等一下是拿来做排盘用的。然后这个高丽菜我不下盐巴调味，
我会摆一点点松露酱啦，还有一点点我们那个老鼠豆啊，就是老鼠豆是什么？就是酸豇豆，吃鲑鱼的时候酸酸的，对对对。那么拌在一起的话，也做了最好的一个提味效果。哇，这么吃哇！然后这个放在冰水当中去冰镇一下。那这边有一碗椰浆。那么芋头来，倒下去再打泥，要再打了。然后里面有辣椒粉，没关系吧？没有关系。好来，好，好啊，赶快丢掉，要落去泡哈。好，那这边呢，边弄的话，我这边就软壳龙虾啊，这个壳软的以后呢，我们在背部这样子来切。哇！啊，那现在你要把它看待成整个的活的龙虾球。去处理这个肉啊，软壳龙虾整层都吃到尾，这是什么感觉？对啊，太妙了这个。我现在这个是脆姜粉啊，放一点。那这个当中呢，我们加一点点的水，要做成一个。那接下来我把这个芋泥椰子浆呢和进来，和进来哦，弄在一起。跟芋泥椰浆打在一起。是是是，那么难免会有一点颗粒啊。那在颗粒当中呢，我们加一点点的油进来，让它一下子就冲散了啊。加一点油。那么现在又和着匀了。在我身边有吃，我们带回来。好的，好的，好。因为你要沾那个粉浆炸嘛，对不对？是是是，这个炸的速度很快，我不急着那么快炸。待会儿见，来这边请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詹姆斯试试什么？我们来做香草蛋，这个是蒜酥，待会要用的。但这边有虾子的蒜油。哇，蒜油哇。准备答题，来来，请出题。题目是：好的，母龙虾刚脱完壳时，身体很脆弱，为了要增加存活的机会，他们竟然会 A 对公龙虾现身，找私人保镖。B 穿戴水草浓妆艳抹，混淆敌人。拿过来，哎哎哦，剪刀石头布。Yeah. 你们先决定你们想要答什么答案。认为找公龙虾的举手。没有。找地形地物的掩护他自己的举手。我觉得应该是。很符合大自然的。对。他去找公龙虾现身这个事情你觉得不妥。如果是男生，如果人的话合理。我觉得在动物的世界啊，当就是他就是在水草里躲着的时候，就已经有一堆男生在旁边围绕了。哦，他不用自己去找，就像是夜店男生。你曾经在水草附近待过吗？对，牛逼族水草日剧，让我收回去水草。牛逼族水草日剧，水草。中多数，因为反正我是中立的，你是中立，我刚刚两个不知道可以选什么，你们都选认为是水草，选错就吃不到它喽。哦，因为在想 B 答案是，好，这个答案是 A。啊，耶，是不是？耶，什么道理？因为我们都会选 B。刚脱完壳的母龙虾会跟公龙虾交配，因为刚脱完壳，身体还很脆弱，和公龙虾交配后。可得到公龙虾的保护，并且会同居十天。母虾可能会变硬后嘞才会离开。变硬以后就离开了。母龙虾壳变硬，它就离开。壳变软的时候才交配。No， 脱交配完脱壳，它就交配完就脱壳，它就跟它相处在一起。它最脆弱，需要人照顾了。等于那公龙虾在这段时间就是十天的看护。我懂了，就是女生看护，女生大姨妈来的时候一样道理。对吧？好，谢谢。来，我们先放炮，好了，牛逼啊！牛逼！好，我来吗？牛逼！来，真的蛮大声的。来喽，来喽，有了。退后一点，退后一点。三杯，三个，三杯，三杯。我喝巧克力的好了。我们要喝巧克力，我喝巧。我们三，我们三杯而已。我们一杯，我们一杯。三杯而已。好好好。你先喝，我感冒。哎、欸，我们赢了，我们可以吃了。来啦，好嘞，好嘞，来我来分。哇，目前三，目前我们还赢。三比四，对，前是赢的。那味道很重，很香吗？它虾的很好，很像那个跟平常吃的完全不一样。满嘴都是虾味，而且蛋好滑，好绵密啊。你可以回去了。好，好，可以拿吗？接下来我们来做炖饭的底，哪位？哪位换一个 ？OK OK。好，这是团体哦，哪一位？他每个人出来推荐。是啊，另外一边比较积极。我把中筋面粉放进来，然后
糯米粉，洋葱粉，蒜粉，一点点的泡打粉，盐，白胡椒，这么多白胡椒，哇，哇，虾肠，就把它随便拌一锅，但需要太工整，翻一翻，对，边边有一点焦焦的，这时候温柔的对待是不行的，是吧？那我来，我来，看不下去，看感觉都已经熟了，焦化糖化了。然后饭放进去，哇哇，虾仁炒饭，水，哦，虾汤，看起来厉害，哦，对啊，我觉得酱也很好吃，香，真的很好吃的，对啊，来准备上桌，还没，这样再淋一点，刚刚虾油就很厉害了，这边先放一点，让它融在里面，哇，气，这样的饭就鲜了，嗯。这样的盐算不算酱加的算不算不少？还好了，饭量大，饭很多。哇，有一点锅巴。待会要把它稍微煎一下，有点锅巴出来。好喜欢锅巴哦。阿基斯呢有事吃了，我们待会要回来。好，这是请。哦，是吃什么啊？辣椒粉、高丽菜丝，拌这一个老鼠豆、松露，还有一点点刚刚拌打的。花生粉啊，七味粉这些，让你在用干拌的情况之下吃一个生吃的高丽菜丝。来，准备，题目是：研究发现龙虾是非常长寿的生物，对，甚至于可以超过百岁。它们之所以能够长命百岁，竟然是因为 A 全身器官的定期的更换 ，B 代谢缓慢，细胞不老。请问 A 或 B？ 准备，来哟。预备，剪刀石头布，来！哇，赢了！夺得那个，夺得先机不一定是好，这不一定是好事，不一定是好事。你们觉得呢？我觉得很明显，因为很明显，明显吗？是 B 吗？我觉得是代谢嘛。我觉得是 A， 因为他们定期，反而是定期代谢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的举手，我们知道要投大家的意见大概是什么样的。那你要换脑啊？不可能！全身器官认为全身器官定期更换的举手。我。一个，哎呦，认为是因为代谢缓慢，所以细胞不老的举手。我觉得是代谢缓慢。我 B， 我问你两个，我支持小菊啊，这样决定，怎样都好，怎样都好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们二比二这样决定。你内部意见，平直觉，所以是50-50啊。对，我真的觉得是 B。那举高，代谢缓慢，细胞不老，答案是恭喜答错了啊。研究发现，龙虾在每一次进行换壳的时候，内部器官呢也会焕然一新，与新陈代谢和生殖机能完全没有衰退。所以在2009年的时候，在美国发现了一只140岁的龙虾，是目前最长寿的龙虾。正确答案是 A， 那个发想来信要老虾，放了快跑掉，快跑。三圈吗？五的啦，哪有五的？大，有节奏，大，对，五声嘛，打谁打鼓的？四声嘛，大，哇，对嘛，我觉得是四声啊，对嘛，手杯可以嘛，大位，哇，哇，好香哦，先把它拌匀一下，好特别哦，一开始进去是那种酸豆的味道，好酸的味道，中西合璧，对对，没有，所以其实这个生菜沙拉了。这种的调法完全颠覆了传统西式的吃法，酸豆的酸，我还不知道高丽菜是酸豆酸，嗯，辣，对，辣粉，嗯，它辣粉呢香是花生，哦，花生的香气，哦，所以一直出水，一直出水，好好吃。这边二厨是谁？收碗，来，都给我。好，那接着下来了，我现在就把这个脆姜粉跟刚刚的芋头泥呢，啊，啄个的这样子，把这个脆姜粉。把它简单的保护在这个肉上头啊，那么也不要太多，哦，也不要太多，哎，不要太多。好，那现在我就下锅炸了啊。好，油温到了，油温到啊，油温到，炸的时候呢就帮你端着，哎，没关系，我自个来。OK， 油温够了以后，先把火先关掉啊，这个时候先关掉，对。然后因为肉我们都切小块的，所以下的速度要很快，要很快啊。它没有了硬壳的保护，熟的时间会比较快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嗯，对，因为其实它全部肉都是水分了，
那么在高温当中，你只要把水分抽干，肉就熟了，很容易，很快。油一直喷出来。好，来，那现在呢？这边大概需要两分多钟的时间。好，好，两分多钟的时间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来，来。你要再不是你莫先生，不要炸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先一样，先把它泡了，让它全部都充满水，之后再把它放进来。哦，你炸整只的，整只一起炸。对，放进来大概两秒左右。我要喷！哇！放鞭炮！所以油温一定要高，油温一定要高。就是想不到龙虾可以这样子弄。其实，在软壳类的，一般都是用炸的比较多了，不然可惜了。为什么炸的不可惜呢？不是你如果没有炸它的软壳，那个软壳你吃的口感是不舒服。对。放一点点，怎么了？你干嘛？一点点加一点嘛。对，因为刚刚是把火关掉了，然后现在把火再打开了。真的是一整只哎，整只炸弹，好想拿起来看。好扯哦，整只都能吃，实在好奇妙哦。对啊，你说什么一斤多少？三千。一斤三千呢？嗯，这两只大概就一斤。我把油温居高不下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拿起来，然后再把油温拉高，我再炸一次。油温再拉高，还要再回炸，一定要这么酥就对了。嗯，它就已经融了，融了以后呢，我把虾夷松撒进来。虾夷松其实香气是很淡的，它其实是视觉上比较舒服吧。嗯，对，然后这是蒜酥，蒜酥，嗨，蒜酥，嗯。他们待会儿五雄这一队如果再输的话，就算输了，就算输了，没错。然后虾油进来，差不多了。哦，它好喷哦！哦，真的吗？是啊，很喷。哇哇，好喷，好喷！那做好了，这袋起锅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起锅就放上去就好了。那我们可以宣布完成了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你要确定它虾头这个地方是要熟啊。嗯。熟了。好的，酥炸软壳龙虾炖饭完成。软壳龙虾，另外一边阿基师来这边请。哎。好。超嗨。超厉害。陈哥啊，是。我这儿呢，刚刚先捞出来，我要保有最后肉质的弹性哈。是。记得。假西郎刚刚海流尾巴 ，Q 对对，海流，对对。那我现在呢，油温稍微拉高，拉高以后我再回锅再抢一下。哦，也要抢。还要再抢。哇，水还是很多啊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那现在呢，这个锅子呢，我预热以后，嗯，永林可以捞了，这个难度高的给你来。小心哦。很好，很好，有在做菜的，有有有，毫不犹豫。哎，他上海菜的渊源很深呢。他刚说他会做上海菜，对对对。所以过年我们会自己做烤麸啊，然后东坡肉啊，哇，细胞水饺，自己做面，好擀面，把油甩干，麻烦跟我丢到锅子里面来。好，谢谢。那这个呢是山奈粉。哦，好。这个是刚刚你们试吃的这个花生粉，还有这些啊辣椒、辣椒七味粉，那么就这样子直接干炒就可以了。哦，直接粉干炒，哇，味道就很够了啊。哦，好，关火，那我再补上一点，那不用说什么用酒啦提味之类的，不用了哈。来，这么来。那今晚来都就大鸡排盘，哇，顶天立地啊，给顶上来了，那个炸的香味嘞，嗯嗯，我旁边拢炸出来，对不对？哦，有，就旁摆盘也是很重要的。这整个的过程就好像一个花艺啊，嗯，真的真的。好，安尼就好啊。哇，这剩下的这些个东东了，我就这样子上来。哇 ，OK， 好，辣香鲶鱼松露软壳龙虾完成。完成。哇！好了，谢谢了，请慢用。漂亮，太美了，天！今天呢，我们是从头吃到尾的软壳龙虾，一斤3000元。对，这个食材应该不会太容易出现，各位珍惜，吃一次就少一次，好不好？我们上桌看谁是今天最后的 winner， 来，就位。酥炸
软壳龙虾炖饭，请出题。好的，研究发现体型大的母龙虾比较能够获得公龙虾交配的机会，竟然是因为体型大的母龙虾 A 力气大，无力逼迫公龙虾就范。B 体位重，让公龙虾意乱情迷。太有道理了。太有道理了。都有道理。都有道理。对母龙虾的形象比较好。我吗？猜拳。队长。我来哦。队长。我来猜。准备。剪刀石头布。假装布。假装布。布。啊！输了。关系不一定。对，不一定。这关系。你们觉得呢？对。我不敢做。你要选一个对母龙虾形象比较好的方。形象啊，是看形象。形象。对不对？他体味重跟形象。体味重不一定是好的。体味重就像香水一样。不一定是会是香的。荷尔蒙。对。有人道理，有人有人体型小，可是体味很重啊。比如说，谁？你吗？假设。那你们会觉得是 A 吗？有谁觉得？我觉得是 A。你觉得？觉得是 A 的举手。我吗？只有你一个。不知道，因为我觉得 A 比较好笑。电哥喜欢配力气大笑。比较好笑。因为我觉得纵观前面三题都是好笑的答案，所以我选 A。没有，其实 B 也蛮好笑的。B 也很好笑。体会重不好笑吗？嗯 ，B。B 感觉就不对。哦，嗯，我觉得是 B， 水B的三位，那只能那个少数服从多数，对，因为母龙虾很怪，一下要公的保护，然后一下又要强迫它，这怪怪的吧？哎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又需要保护，又需要，又需要，对啊，女人就这样，那怎么办呢？龙虾是龙虾，女人是女人，她是公主，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头脑去想这件事情。B 啊 ，B， 体味重，让公龙虾意乱情迷，答案是，好，这位答案是。贝洛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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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厉害啊！啊，厉害，厉害，胡扯吧！反正我们还是赢了，谁赢？来，为什么？好了，中国水产研究发现，母虾会散发出味道来吸引公虾交配，而体型越大的母虾散发出来的味道比体型小的母虾来的浓郁，更容易吸引公虾前来交配。哦，对，啊，来一点，选一个，选一个多的，你选一个我们就赢。选一啊，这个选到一，选到一的，好来。确定吗？这个一不是、啊，来哦。A 可能，二可能最多、哦。按住，按住。哇！啊，两颗而已、哦。啊！啊！不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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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准。呀耶！来，好，两杯。他们两个，谁不能喝牛奶？你不能喝。啊，我喝，我喝，我喝。你不能喝。岂有此理！那我一样给你一人一半了。没有，我们俩喝就好了。来，我们来吃吧。好啦。哇，好脆哦！你看看，哦，第一次吃到它的须须耶！哦，真的能吃啊？对啊，好脆哦，好像饼干哦，真的。这个就真的像饼干哦，真的很脆。那你觉得体味重吗？有知道我家的体重，体味蛮重。刘斌，刘斌有话要说的话，刘斌有说这龙虾是母的吗？哎，没有，我有看得出来，我有被他被就范的感觉，有就范的感觉。你就吃饭，就饭。对。哦，那饭很香哦。嗯、而且配那个龙虾刚好，就刚好。而且到处都有一个虾味在里面。对，很鲜。嗯。阿基是怎么说？这里头巧的是，整个肉的紧实 Q 弹度啊，不在话下。那么当然，这我们讲这个米饭，它有浓浓的香蒜的一些海鲜味跟这个米饭结合。嗯。尤其在煮的时候，这个饭的入口的 Q 弹呢是耐人寻味的。你吃太多，你都不会觉得很胀。嗯嗯，很好吃啊，好好吃哦！哎呦，掌声鼓励。嗯，谢谢大家。最后的这一道软壳龙虾，型男水当考，题目是：英国的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，他拜访加拿大的时候，当地的渔民捕获了两只乡镇幸运的珍贵特殊龙虾。并且还以王子王妃的名字来命名。这两只很特殊的龙虾竟然是 A， 全身宝蓝色的突变龙虾。B， 超过100岁的长寿龙虾。A 或 B。A B 猜拳。我猜拳吗？对，小杰，我来啊。你给他点，给他颜色，小杰。剪刀石头布。
哎，好，获得先机啊，刘碧，获得先机位置是好哎，有点危险。我们现在是8-5，我们猜对等于就赢了。对，猜对就赢了。对对，我们就一人一只龙虾带回家。哦，太厉害了，紧张了。但这个题目很难哎。全身宝蓝色的突变的变种龙虾，还是超过百岁的？突变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因为一般都是红的，但是竟然有蓝色的，宝蓝色哦，学生，龙虾看好，认为是宝蓝色的突变龙虾的，哎，举手，一个，认为是超过百岁的长寿龙虾举手。我觉得刚刚讲有好像提到百岁龙虾，对不对？对，刚刚前面好抓吗？对，好像没那么好抓，一抓抓两只哎，对，应该是，我觉得是突变龙虾。William and Kate， 你为什么认为是 A？因为比较好笑，去表演比较好笑。我觉得这次全部答案都是你想不到的答案。对，龙虾宝蓝色。我反而觉得百岁的长寿龙虾其实是有可能，因为龙虾本来就有点蓝色的感觉。我就说它颜色本来就蓝。对对对，有一点。所以它可能是很纯粹的宝蓝，全身宝蓝，对，有全身蓝的，说不定中蛇毒啊。这是变黑。它是海里。中蛇毒是嘴中毒。因为王子你要它，对，给它吃特别一点。对啊，长寿对 William 跟 K 是一个祝福，对不对？希望你们也可以长寿不老这样的感觉吗？对，还有特别说英国的，我就不知道特别有没有任何。全身宝蓝色，他又不是纳美人，怎么可能全身宝蓝色？我觉得蛮酷的，是酷啊，酷啊，嗯，那我选蛮酷的，特殊，因为它是讲特殊的龙虾，特殊，你说 A 的哦。啊！别别别别别！不要怕，我还不一定会输啊。先跑。对，那你决定？你觉得？说不定百岁龙虾也没有那么特殊啊。嗯哦，他只是百岁蛮特殊。刚不是说40岁？宝蓝色的突变龙虾，百岁应该没那么好抓。答案是，恭喜答对了。是。真的是蓝色的哎，请说明。好，2001年，英国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呢，他去拜访加拿大的时候，当地的居民呢捕获了两只蓝色的龙虾。那么，由于蓝龙虾非常少见，平均200万只才会出现一只。对，那么在加拿大被认为是幸运的象征，因此特别将两只蓝龙虾以威廉与凯特命名来当作纪念。正确答案是 A， 恭喜了！要选超乎想象。对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一个人选 A， 小菊，反正两个看起来都全点超强。对，整罐拿过来。我超过百，所以我说哦，你们都好，那我选这个啊，这个，这个是G，好，选到那个五个的啦，来哦，来了来。43，这是五杯啊，真的是五杯啊，哪有啊，明明就哒，对，是43哎，叭叭叭叭叭，对，没错，五杯，叭叭叭叭叭，那个什么孔雀饼干，叭叭叭叭叭，叭叭叭叭叭叭，耶，预祝演唱会成功，谢谢，3月23号高雄巨蛋15层伟大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你们要配牛奶啊？不用不用不用，没有这个很好了。这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直接吃它的味道。好大杯哦。是不是快过期了，所以就那么大杯？赶快把它用光。哇，这个辣椒粉好香哦。好厉害。嗯，再加上它裹那个芋头。跟那个椰汁。又甜又咸又辣。哦，这个真的好下饭。嗯嗯。我要喜欢这个豆啊！詹姆斯怎么说？詹姆斯，其实虾子我们在烹调时候，尤其是龙虾，像这种软壳龙虾，不是比较少接触到。那壳本身它是一个保护作用，但相对它也是一个阻碍味道进到龙虾本身的一个阻碍。那怎么样在因为壳既然可以食用，怎么样在运用技巧让外面的壳的部分可以增加了香味？有点像是我们去吃这个胡椒虾，最好吃的不只是里面的虾而已。你在那个虾壳上面的白胡椒，你在云子回味的时候，笋子回味的时候，你可以吃到很多的香味。嗯，这个就有一个那个异口异曲同工之妙，非常好吃。嗯，掌声鼓励。谢谢。今天最后获胜关键
13-5，嗯，恭喜陈杰队获胜。你们输的负责宣传。好的。来，介绍一下。哎，你们要不要站在你们团队？而且跟我是组团也 OK。3月23号在高雄巨蛋。对，希望那1月27号已经开始全面开卖，希望到时候。全部的人都可以到高雄跟我们一起狂欢一下，没错，是我们世界巡回的第一站这样子。哦，一事无成，那听起来其实是蛮负面的，但是一事无成，我们从当中找到了一个再进步的力量，嗯，对不对？一事无成也可以把自己未来做得很伟大，没错，这个很棒。3月23号就这一场高雄巨蛋万人演唱会，一定不可错过。很好吃，对，太好吃了，终于吃完了，终于很勇敢的吃了，终于勇敢了，终于勇敢了，对，终于吃完了，终于歌迷叫终于吃完了，这是什么？终于勇敢，终于勇敢了啦，终于勇敢，对，也发行了，然后希望大家多支持，好不好？袁咏琳，好，哎，831，2009年，祝你们大福寿 ，OK， 谢谢，谢谢两位主厨，谢谢，谢谢。祝所有喜欢吃好料、喜欢听音乐的朋友天都幸福！拜拜拜拜拜！谢谢！便利商店变大菜，料理大师赛，来看张秋友、王福利用便利商店的食物玩出新花样。东西都在这里面，从这里面应有尽有的拿。缤纷双味西多士 ，Sushi Pizza。他拿了那个，他拿了什么？哎呦！哎，对，快点求救！一次三场，这三次你都被他打中，你一秒都没有。我们加油！我是天童，中，打死！我刚刚有再回炸一次，让他逼油出。1、2、5、4、3、2，便当要做创意料理的麻辣白菜肉片锅，奋起湖鸡肉气势饭球。邵雨薇那边的动作是要把它弄软的，不用，真的很软，是吧？要不要求救？师傅帮帮我，少不隆咚吃甜筒。真的，真的，王福利一秒哎，还假的？零哎，我白忙一场了。你的命运就是这样子，金石哥。哦，这样完成了，蒜头够吗？差不多。这个料呢，你们也把它稍微摆一下。鸡肉有蒸过，把它蒸熟，蒸热。不要紧，这么满的。3、2、1，究竟谁会是今天的创意料理大师嘞？